发片。现在。起床一堆未接来电，难道我昨天跟谁来电？手机整天热线，老板打来念，女友插播在二线，还有人打来说我抽到大奖，要我把账号密码都跟他讲。电话响，进入语音信箱，简讯来自千里之外，比周董还忙。喂，你找谁？什么？我想是你打错，谁找我？抱歉，这里讯号太弱。喂，今天我没空要加班。喂，前面有条子先挂断。喂。往内户打才划算，欸，没显示号码是哪招？通讯录角陪陪的就一堆，每个女生都用不同铃声分类。电话响起，这是干妹妹打来的，都不只是干妹妹。夜店的妹，你把我灌醉，吃素的给她。Oh mommy mommy home， 嗡嗡嗡，是可爱空姐。前女友打来就爱还是最美。喂，你找谁？什么？我想是你打错，谁找我？抱歉，这里讯号太弱。喂，今天我没空要加班。喂，前面有条子先挂断。喂。往内户打才划算，欸，没显示号码是哪招？这是三角裤受罪的电话秘书，指名直播分机，八卦爆料请按一，电话交友女生请按零，男生请按一一零，不男不女天零零地零零，催收账款，您拨的号码已经变成空号。